对，但是我们不能说，哈哈哈。你这哪里？不行，这露脸了，这玩意儿，能挡着点儿。我也没想到。这裤衩穿，我昨天我就穿一个特短裤衩，老觉着特不安全，然后一直这么塞来塞去，嗖的。哎呦，靠垫儿嘛，这就抱住了。这一季的逗笑社真是就像昨天于老师在杀青宴上说的一样，哎，能说吗？不能说。又勾起了大家的兴趣，我就不说了。好快呀，我。好热呀！我作为一个男艺人，我还拿这个垫一下腿，我天哪！哇，哎，你不要太夹着，就作为一个老爷们来讲，最起码的他也得有，虽然说你是有个抱枕，对吧？